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场，完了，这是换来的经历。是个真话。哦，他已经有阻挡了。应该是龙，大部分的时候米欧最后的成型都是玩龙了。说实在，我米欧龙吃鸡的影片已经多到我，如果米欧龙吃鸡的话，可能不会放上 YouTube 了，感觉不是一件好事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拿一下这个分数啦。哇哦！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哇，金色的小憨人，但搞不好有得打。赢了。我们还起少上一只这个，表现不错呀。反正4月7号、9号应该全部都会玩炉石天梯啦。所以就之后会有一些天梯的影片，可能又会回复一半天梯，一半战旗这种类型。中期飞刀手真的好强。爆炸！
两个蜡骑士。你回来了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五星感觉不应该拿那张。撞超烂希望不要把这只撬开来。这样还行啊。啊，老天哪，有点难止血，有点难止血。啊，竟然六等。讨厌，接下来的魔术是哦，这还不错。我、哦、还是升两只。至少没输。
这只好像该走了，虽然他起的还蛮强的。他怎么整个爆炸？华丽爆炸、啊！熊妈妈，还是打赢了，这只打他真的蛮有效的。嗯，我们是还是我们应该还是比较想要收割机，不想要这样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哇，我不想拿他吧。三个三合一，是实血无伤刺激。你用什么角色啊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转鱼啊。说实在，我大概要遇到死人才有办法转鱼。好像不是，讲到好像不是死人，感觉有金热人带男爵三回。哦，等下他死了，那有可能他是死人。感觉他有两只哎。Oh my god， 这三小啊，好瞎哦！那除了瞎之外，也只能说瞎。哇，这只没死就很糟糕。OK， 安安。OK， 可是这样子他还是会给他蹲。哦，撞对人了，这样赢了吧？应该死了吧？啊，他死了！啊，夜胜！看没有办法打死人。继续保持下去。Shit， 严守格子。所以，我告诉你，我之后想干嘛？我想要做双鲸鱼的阵容啊。我想要做双鲸鱼阵容。
所以才不卖啊。啊，他竟然撞那只不大喵。OK， 那人是死了。但搞不好，好吧，还不一定，还不一定。还没吃鸡吧？还没吃鸡，星星不够多。我想要做双镜鱼的组合啦，所以我想要留这个。来不及搭这个，我还是哦，把这个摆过来。安安，这好四哥，安安，撞得好啊！这应该赢了吧？其实我们也蛮拿到蛮多三合一的了，拿到四个三合一 ，GG， 米优光牙，初体验，米优光牙 OP OP 啊，刚思考太久，刚思考时间刚刚好。